做明星的员工福利好，做罗志祥的员工就更幸福了。在今年年初，罗志祥花百万请员工旅游的惊呼声后，小猪再次大方地开出了无上限的年终支票，让员工们随意填写。小猪，你这是想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嫉妒恨吗？18日，亚洲舞王罗志祥举行第10张专辑《狮子吼》发片记者会，这是罗志祥加盟新东家后首张作品，唱片公司一小时狂销500万，罗志祥也大方派出无上限年终支票，保证年终让员工过好年。因为我对工作人员，我都觉得他们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为我们付出很多，对我们，然后还要帮我们去做很多很多可能我们都看不到的一些事情，他们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我对工作人员都是真的以报答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刚刚说无上限是真的无上限，让他们去写到时候他们年终希望的奖金想要多少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客气我会真的会自己会多加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年的辛苦嘛。首播主打歌《爱投罗网》歌词版 MV 砸下50万元制作，剪影、动画制造、特效等完全不亚于正式 MV 宣传手法。当中罗志祥和舞者的跳舞剪影、女舞者的身影更是埋下伏笔，将有意想不到的女艺人参演出。像好像有一个女生的背影很抢镜。哦，这个请大家期待一下，对，到时候是谁你们去猜一下，还蛮酷的。到底没有，身材很好，非常漂亮。可以调动了不可以。